其實最佳女主角呢個獎對我嚟講，從來都好似係遙不可及，但有陣時又覺得係只係一步之遙。喺咁多年裏面，其實我諗得最多並唔係我幾時或者點樣先可以得到呢個獎，而係我究竟點樣先可以進步，點樣喺演技上面可以有一個提升，可以有一個蜕變。我想講其實由被人認定我是一個喜劇演員轉去做正劇，其實所花的功夫、所行的路很長，當中也遇到很多的困難，由沿途上的不被認同，來到今日大家看到我演出上面的蜕變。我很感激今次我遇到這個劇本，我要很多謝流水落花的導演賈盛鋒，很多謝你一開始就次次不饒地相信我可以演繹這個角色，是你給機會我演繹這個角色。我很多謝你賈盛鋒導演，亦都很多謝監製阿 Cat， 編劇阿肥，都很多謝劇裡面，我們劇裡面還有很多演員，多謝你們每一位，亦都多謝整個團隊。這個獎裡面有你們的共同努力，有你們的付出，都要多謝多謝我家人，多謝在天上的父親。我爸爸很喜歡藝術的，他曾經說過我每一次演出或者我投身藝術的工作，好像完了他畢生的夢一樣。我希望今天我這個獲獎能夠在你的藝術的拼圖裡面拼就出一個更美麗的拼圖。我多謝媽咪，我知道你在電視機裡面睇緊我，多謝我三個家姐，都多謝我細佬，特別多謝我弟弟，因為由細到大都比我成熟嘅，即係好多嘅事情上面，佢都用佢嘅智慧，用佢嘅愛，用佢嘅無條件去幫助我，去輔助我，幫我解決好多嘅困難。對唔住，我好激動，我要諗一諗，我想講咩？我好想跟天下間有夢想的人說一聲，追尋夢想的路途是很困難，有時候是困難重重，但是我好想你記住我，記住這一刻，記住我攞獎這個畫面，夢想是留給永遠不放棄和堅持的人，你要記住這一個，記住這個畫面，送給天下間有夢想的人。最後我要多謝上帝，我要將今天的榮耀重讚歸給上帝，我要感謝你沒有給我一路以來的一路順風，就是因為這些沒有一路順風，讓我更懂得謙卑柔和。但我今天很想說的柔和不到了，我真的很開心啊，還有我 今次終於不用在他賽道上面站在後面默默地陪跑，我終於可以昂首地衝線，我是衝線那個，多謝你們。還有我也很想輕輕地跟你們哼幾句歌，因為我是歌手來的。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等花儿也谢了，